各位观众网友们，你们好！现在给大家带来这场比赛是 WTT 世界杯邀请赛第一场，由王一迪对阵迪亚哥。因为前三集没录上，现在是最后一集啊，6-6。如果迪亚哥能追回来，追平啊，是5-3胜制。看比分咬的还紧啊，8-7。迪亚兹这个正手还是可以，就是反手失误有点多。10-7，多手发球，擦网球进去啊。10-8，这是个多手发球，擦了个失望。关键比分，迪亚兹要了个暂停了。是王一迪要了个暂停，因为先这是5-3胜了，5-3胜。迪亚兹发球，哦，吃了个发球，关键分吃发球啊！看这一分，迪亚兹有点保守啊，他用反手去贴，他其实应该正手进攻就好了。